咱来分享上帝的话，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到第四章第七节，我来读。所以，恁因为信靠基督耶稣，拢是上帝的子儿。恁受洗来归入伫耶基督的，拢是活伫基督里。并无分犹太人、伊利底人、自由的、奴仆的、查甫人还是查某人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内底，拢成做一个了。恁若属基督，就是做亚伯拉罕的后嗣，照应允来承受产业。我讲迄个后嗣，虽然是专业的主人，但是伫还阁做囡仔的时阵，甲奴仆并无虾米分别，就是降服伫监督的甲管家的手下，等候老爸所预定的时间来到。若是安尼，咱做囡仔的时阵，若是做奴仆，降服伫这个世间的手下之下，等到迄个时已经满，上帝差伊的子。对富人人来出世，出世伫律法的下骹，要来赎回律法下骹的人，叫咱得到做囝的名分。既然因是做囝，恁是做囝，上帝就差伊的囝的灵进入恁的心，呼叫阿爸、爸啊。像安尼，从今以后，恁毋是做奴仆，是做囝。既然是做子，就靠着上帝来做好事。感谢上帝赐咱宝贵的话语。下面是蔡牧师敬道，题目是上帝的子儿。阿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八月八号，伫台湾这个节日是父亲节哈，爸爸节。我本来今仔日想讲，要甲大家阁讲一遍爸爸节快乐。毋过，迄个早时迄个祈祷会，咱林玉长老嘛讲啊，
啊，迄个阿仁啊，张乐啊，伊嘛讲啊，啊，伫遮我个无阁讲吼，啊，总是啊，伫遮甲大家讲一个爸爸节的笑话。啊，有一个父亲，啊，伊对伫家己个囡仔吼，敢会记得母亲节，啊，袂记得即个父亲节，啊，伊感觉有一点仔失落。啊，总是啊，伊无愿意主动讲到即件代志，啊，一直甲即件代志甲藏喺家己个心肝内。啊，有一冬，啊，即个父亲节拄啊好伫礼拜日。八月八号的礼拜日，吼、哦，亲像今仔日。啊，即天呢，啊，即、這个做老爸无上班，啊，即、這个做后生无上课，啊嘛无去补习，啊，所以全家个做伙伫厝，好好啊食一顿饭。啊，个伫即个食饭的当中，食到一半，即、這个做后生吼，煞、哦、离开即个桌顶吼。哦啊！惊伊冰箱遐，甲冰箱门拍开。啊！伊拍开的时阵，伊个问伊的老爸讲：“爸爸，你敢知影今仔日几月几号？”啊！即、這个做老爸心内面个真欢喜，讲哈，阮即个后生啊，想到讲今仔日是爸爸节，哎、啊，哦，够欢喜个。啊！伊老爸个真欢喜，甲伊讲：“今仔日吼是八月八号。”啊！啊！即、這个后生个哀一声。伊爱安怎呢？啊，冰箱内面的牛奶又搁过期了。啊，这是一个笑话吼。啊，总是咱嘛感受会到啊，这个父亲节无想母亲节啊，遐尼啊闹热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普遍的现象吼。啊，总是有两个所在是例外，一个叫 Home Depot， 啊，一个叫 Lowe's。啊，伫遮。其实咱来看吼，虽然这个父亲节的这个无遐尼啊闹热，但是咱也注意看咱的圣经，咱也去注意到咱的信仰，你会发现父亲这个角色啊，对你基督信仰有足要紧的一个意义。啊，神学家啊巴克吼，伊伫啊今年较过身去吼。啊！伊讲到即句话吼，伊讲，啊，伊讲基督徒是啥物人呢？啊，有济济方式会使回答即个问题。总是我所知影上丰富的答案，就是一个基督徒是有上帝做伊老爸啦。所以今仔日啊，上帝正做基督徒的老爸。这是咱做基督徒一个上丰富的一个回应，讲基督徒是啥物人上丰富的一个答案。那这咱会用搁来回到起初吼，咱搁来想吼，我信耶稣啊，我真做基督徒，对我来讲有济济的祝福。那呢，到底啊，社会对我是上大的祝福？啊，可能咱拢知吼，啊，我做得到赦免，我真做基督徒，啊，我得到永生，啊，上帝，予我因信称做义，所以我毋免靠着行为伫迄个所在讲我要称义，安尼拼安尼拼。啊，佮有咱有信心，对应伫咱的内面，这嘛是一个祝福。啊，咱有满满的稳定。啊，咱信耶稣了后，心内面有平安，啊，咱的生命会结出迄个圣神的果子，予咱有真济真济的祝福。啊，总是哪会是上大的好消息？啊，上大的福音嘛，啊，就是咱会用真做上帝的子女，咱会用真做上帝的子女。这个大的祝福，这个重要性。就亲像耶稣伫教示咱的祈祷文第一句，伊讲啊，阮伫安怎天灵的爸，伊伫讲阮伫天灵的爸，就是伫表达咱是安怎上帝的子女。相信呢，真做上帝的子女吼，这点
是咱基督信仰甲台湾民间信仰啊真无共的所在。基本上吼，咱也注意看，咱也过去有拜拜吼，也有伫庙寺伫行搭，你会发觉讲啊，伫台湾民间信仰内面，迄、那个神明的地位若拉悬，伊个离人哪远？啊，人呢对伫迄种地位哪悬的神明吼，伊会哪惊？哪有迄个距离感？啊，这安怎讲呢？哦，咱过来看吼。咱毋知，咱敢知影伫台湾所有的神明的内面，对一个神明的地位上悬。啊啦，玉皇大帝。啊，玉皇大帝伊阁有另外，咱台湾人号伊号做哪天公。吼、哦，啊，伫咱台湾有专门伫做社会研究的学者吼，因、哦、开始做一个田野调查吼、哦，田野调查。伊发讲吼，伫台湾虽然讲玉皇大帝伊个地位是上悬个，但是伫台湾拜玉皇大帝个人并无济，大多数所拜个人是王爷、妈祖、观音、关公等等。啊，玉皇大帝吼，去拜伊个人啊，连前十名佫拜袂入顶。啊，为虾米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伫台湾人的心目中，吼，啊，玉皇大帝是安怎？高高在上，真傲得清君的。台湾人看这玉皇大帝，佮亲像较早古早人伫看皇帝同款。啊，所以因伫看皇帝的时阵，吼，想到的是安怎？有事起灶，无事安怎？退掉。啊，皇帝对伫一般老百姓的艰苦实际需要，伊较毋知。啊，所以台湾人较少去拜玉皇大帝。哎、啊、呀，因为安尼你个注意吼，咱知影台湾有一个俗语吼，就是囡仔伫幼稚啊搞破病的话，拢会做一件代志。啊！医生安怎看拢看袂好，是拢会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带囡仔去予神明收伊做呐客囝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较少人会去找玉皇大帝收伊做客囝，真少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看到讲啊，咱台湾的民间信仰的内面，对伫迄神明地位哪悬的神明吼、哦，咱较哪有迄个距离感，吼、哦。啊，总是伫基督信仰的内面，哎，唔是安尼啊！伫基督信仰的内面，你能看到吼，上帝伫一方面，伊是对人有一个绝对的超越性，伊对人有迄个绝对的超越性吼。所以咱看到咱的上帝是安怎至权的，伊是全能的，伊是全知的，而且伊是啊圣洁，伊是公义的。伊是迄个审判的上帝，而且咱看到迄个上帝真悬，哇，真超越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啊，咱看到上帝伊对人，伊是有一个包容性，有一个绝对的包容性。所以，上帝另外一方面，予咱看到的是，伊是慈爱的，伊是怜悯的。所以伫诗篇。有在讲咱的上帝安怎？当咱在流目屎的时阵，上帝就用皮袋啊，洗咱的安怎目屎。这是咱的上帝，啊，而且咱的上帝伊是饶恕人的上帝，啊，伊是慷慨的上帝。甚至咱能讲，咱的上帝是有幽默感的上帝，啊，伊能予人啊来要亲近伊，甚至伊甲人是零距离的。啥物叫零距离？啊，上帝讲，伊伫咱的内面，咱嘛伫伊的内面，哦，是零距离的。所以，地教保罗，伊伫今仔日的经节，就安尼甲咱讲，吼，啊，咱三角做伙来读来，请恁记做敬义的，上帝就赐伊的敬义的灵进入恁的心，呼求阿爸爸。安尼啊，对答以后，你毋是罗卜，乃是敬义了。
既是子儿，就靠着上帝真做孝事。这个所在讲到讲，咱基督徒会用叫上帝叫哪？三个字安怎？阿爸爸。啊，其实这三个字是两个字啊。啊，唔，这三个字唔是一组的吼，这三个字是拆开的。我的意思是讲，阿爸这个字是亚兰文，啊，这爸这样是希腊文。啊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啊，咱来看阿爸这个字吼。这个字，伊主要要表达的是亲密的家人关系，亲密的厝人的关系。伫迄时阵吼，当一个囡仔，伊完全信任，伊倚靠伫爸的怀里的时阵，伊会用阿爸这个字来叫伊的老爸。这个字有一种上亲爱的老爸的意思。所以得叫阿爸，得加叫爸亲，啊，迄、那个感情是无同的。阿爸是有一真甜、真信任、啊，真好的一个感情叫出来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当中，这个阿爸就是有亲切感，有一个温柔的口气伫讲话。啊，所以现在当上帝讲，咱会使叫伊阿爸的时阵，代表啦。上帝讲，你会使叫我叫阿爸，啊，咱若了解阿爸的意义的时阵，才代表啦。上帝，伊予咱甲伊有非常亲密、信任、相疼的一个关系。那呢，这个关系对咱有啥物改变？啊，这个改变，咱会用来看今仔日啊，这个经文的一个结构吼。啊，伫遮咱来看吼。啊，当咱被上帝创造，啊，上帝按照伊家己的形象来造咱的时阵，咱迄时阵会用讲啊，咱是上帝的囡仔。啊，伫即个今仔经节啊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、第四章遐讲着讲啊，迄时阵咱阁是奴仆。啊，但是毋是。是上帝囡仔，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子儿。要安怎对囡仔啊，真做上帝的子儿呢？就是信耶稣基督，咱个真做上帝的子儿。啊，囡仔甲子儿有啥物无共？伫中初时，那是啊，你是子儿，你个有一个特权，迄、那个特权。是啥物？承受老爸的产业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女的伊无有即个权利来承受老爸产业，只有啊做囝的较有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啊，咱真做上帝囝儿，咱得到一个祝福，就是安怎承受上帝的产业，耶稣基督的产业。啊，佮过来。咱正做上帝子儿的时阵，咱阁下一束衫，迄束衫就是耶稣基督正做咱的衫，咱爱下的。啊，这个是今仔日所的一个结构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阁看到讲，今仔日咱若正做上帝子儿，透过信耶稣基督，有两件代志会来改变伫咱。第一件是一个祝福，啊，咱正做。啊，承受上帝产业的人。第二一件是一个责任，这责任就是咱爱下耶稣基督，正做咱的衫。啊，伫遮咱先来看啊，这个承受产业吼。啊，伫遮要请兄弟咱啊做伙啊来读啊今仔日的经节二十九节吼。好，咱做伙来读来。恁既属乎基督，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允承受产业的。伫遮，咱阁来想吼，到底啊，咱在讲承受，圣经在讲承受产业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啊，伫顶啊礼拜三诶暗时哦，咱伫遐在讨论吼，讲哎呀，
咱个成熟产业到底是有偌济偌济吼？啊，讨论了个结果，咱真正知影真济，真济。啊，伫讲到成熟产业个时阵，我就想到啊，我有一个亲戚吼，啊，伊伫细汉个时阵，足爱食泡面个。啊，我个囡仔想个嘛是足爱食泡面吼，毋知影咱个孙啊，咱个囡仔有爱食泡面无？啊，有一边呢，伊去。啊！参加大学所办的 Science Summer Camp， 啊，伊伫即个 camp 的内面吼，啊，交到一个好朋友，啊，伊返去到厝了后吼，伊就一直对伊的老爸讲吼，讲，吼，我的朋友某咪人吼，实在有够好命的，吼，你毋爱偌好命，伊用一世人吼，拢食免费的泡面。啊，伊个淡仔伫细细了吼，我吼一直安尼足欣羡伊迄个朋友诶。啊，迄个老爸就甲问讲，啊，为虾米你迄个朋友用一世人食免费诶泡面啊？伊讲吼，因为伊个老爸吼，就是台湾迄个统一集团诶头家啊，所以用一个食一世人免费诶泡面吼。啊，其实咱看到诶，就是讲，一个囡仔。啊！伊看到的产业只是安怎，一世人食免费的泡面啊，这种产业。啊，但是咱大人，当咱真做大人了后，咱看到讲，哦，这个囡仔唔是敢承受啦，食一世人的泡面而已啊。伊所承受的产业是安怎，一世人食、穿、用、住拢免烦恼的产业。啊，这个是一般咱对伫迄个产业的一个认同，诶认知。啊，咱往往想到的，就是关系到财产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呢，咱搁来想吼、哦，今仔日圣经讲咱基督徒承受产业，这个承受产业甲世间人有啥物无共？啊，这有真济项吼。这个产业有伫天顶的产业，嘛有伫地上的产业，所以咱今仔日承受产业，毋是讲哦，爱我去苏州卖鸭卵了后，才会使承受这个产业啦。咱其实咱即马活伫，咱就会使承受这个产业。啊，其中有一项就是咱生命的一个更新。伫古早时代。罗马帝国的时阵，啊，老爸是做事的，伊的后生个也是大汉了，就是做事的。啊，老爸是讨海的，啊，伊的囝儿啊，大汉了就是讨海。啊，老爸有啥物专业，啊，这后生嘛有啥物款的专业。啊，老爸也知影啥物秘方。啊，这个后生伊嘛知影有迄个病，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老爸是啥物人真要紧。老爸是啥物人，就去甲伊讲着讲啊，以后你的一生是啥物款。啊，总是伫这个所在，咱去看吼。今仔日咱伫基督耶稣内面，咱承受产业，唔单只是甲财产有关系。就亲像讲，一个人虽然伊个老爸是做事的，伊个老爸是讨海的，伊所承受的唔单这种利益，伊所承受的嘛承受着伊个老爸的生活的习惯、讲话的腔、行事做人、伊个价值观。啊，我会记我个牧师娘啊，甲我讲一个因教会代志吼，讲啊，因教会有一个囡仔吼。啊，幼稚园啊，啊，拢无以后读册，啊，拢阿嬷在顾。啊，这个囡仔在讲话的时阵足特别的，拢台湾国语。伊个台湾国语是安怎来？啊，伊个阿嬷在家己顾的时候，啊，拢讲台湾国语，啊，伊个学迄个腔，伊个有迄个腔，哈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咱会用看到，咱所承受。啊，父亲的，咱所承受长辈的，
其实唔但财产，咱嘛承受着啊，因的价值观，也因的行事做人。啊，套一句啊，现代的一句话，就是讲，伊承受了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吼、哦，原生家庭，就是 the family of origin。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所在啊，咱基督徒承受产业的祝福，就是安怎？咱会用对迄原生家庭顶面的负面的影响行出来。啊，这今仔日咱真做基督徒，咱承受产业，咱有一个祝福，就是我会使对迄个原生家庭负面的影响行出来。为什么咱会使对原生家庭负面的影响行出来？因为咱开始抓上帝安怎做咱的老爸，咱开始在做上帝的囝，咱开始甲上帝斗阵，咱开始听上帝的话，咱开始甲上帝有交谈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阁受甚物人的影响？上帝的影响。啊，就因为安尼，咱开始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祝福。有一挂代志，咱是无法度改变，佮亲像讲，我无法度去选择我伫地上的老爸，这件代志是无法度改变。但是我有一个祝福，就是我能去选择安怎伫天灵的老爸。这是一个足大的祝福。安怎讲呢？我捌遇过有一挂人，啊，伊的老爸、伊的老母，伫伊成长的过程的内面，予伊真大的伤害。所以每一遍在过父亲节、过母亲节的时阵，其实因的心情真复杂，因为伊看到别人伫遐欢欢喜喜，伫遐在讲啊，父亲节快乐、母亲节快乐的时阵，吼。啊！伊看到讲，哦，因安尼欢喜啊，伫遐讲爱感恩啦，爱啊欢喜啦，爱讲个讲一寡足甘甜的话，伊发现我拢无呢。啊，想到这我拢无呢，想到父亲节，想到母亲节时阵，伊是充满忧伤，伊是充满埋怨啊，伊是生气的。兄弟，亲像即款的人生，要安怎得到逃亡？这款人生要安怎得到逃亡？甚至尊讲，我也有这款的经历，我也有这款的感受的时阵，我到底要安怎？独独会用带咱行出来，就是咱予家己好好啊去认捌这位咱伫天灵的啊啦的爸，来认捌这个老爸，予家己伫上帝是我的老爸这件事实的顶面，咱伫迄个所在开始对头开始来成长。上帝要透过这个上帝的子儿的名分，予咱每一个基督徒重新能得到医治，重新能得到开恩。现在地上的老爸伤害了你，但是天顶的老爸安怎医治了你？地上的老爸对你有亏欠，但是天顶的老爸会去补你较早地上的老爸予你的亏欠，迄页甲你补起来。啊，而且地上的老爸无无视你的存在吼，就是看你像个拢无安尼。啊，甲你冷淡，但是天顶的老爸会甲你抱伫伊的怀里，真温柔，用伊的目睭看你的目睭。所以兄弟，伫这个当中，咱会用来思考吼。今仔日我将上帝看作是我的老爸时阵，会用予我带来啥物祝福？其实有遮尼啊大个祝福伫咱个生命当中，
啊，有一个德国的古伦神父吼，啊，伊讲啊一句话，伊讲，当咱个亲像在注视着老爸同款注视着上帝的时阵，咱就会触及迄个深藏伫咱内面灵魂的老爸的原型的图像。伊要讲的是讲，今仔咱的上帝是一个正确老爸的形象，正确的就是安尼，迄个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。啊，但是因为咱世间人有这个罪，所以直到咱世间人所画出来迄老爸的形象已经走精去。啊，今仔要安怎来恢复咱对老爸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形象？就是咱专心注目看到上帝，啊，让上帝深深来感动着咱的心，望着咱的心，啊，让迄把正确真原来的上帝的形象，伫咱的内面开始做异地的工作，让伊用来引出咱的心，让咱能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，真正的真实的人。兄弟，今仔日咱的老爸、咱的老母的形象，因为罪的关系，无法度予咱看到上真实、上正确的。但是今仔日上帝真做咱的老爸了后，伊予咱有迄个机会重新搁甲找过来。所以今仔日咱真做信主了后，啊，咱得到上大的祝福。就是真多上帝的子儿的祝福，啊，咱真多上帝子儿的祝福，我想可能咱爱做一个亲像子的形。啊，我咧讲什么意思呢？我咧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咱感觉吼，我的日常生活，我的每一日，我确实是上帝厝内面的人客，啊，确实是上帝厝内面的子儿。咱想看卖吼，我确实人客啊，确实子儿。子儿应该安怎？人客应该安怎？啊，准讲我一礼拜，甲礼拜透早伫即个教堂，踮遐读圣经，踮遐在唱诗歌。啊，其他六天啊，拢在无用家己的代志，啊，毋捌甲上帝讲过的话，啊，拢是即个时阵啊，上密集班安尼吼，安尼即较像囝儿啊，较像人客，即可能较像安怎啊，人客吼，啊，我啊想要甲上帝打卡吼，啊，上帝我有来啊，会记的哦，迄时到天顶的时候门爱拍有开哦。啊，其实咱也真做一个囝儿，咱应该反应毋是安尼嘛吼。咱也真做上帝一个囝儿，咱就对上帝有一个渴望，有一个追求，啊，想要浸伫迄个上帝的爱的内面。啊，所以咱也是上帝所亲爱的囝儿，咱嘛真爱咱的上帝。的确，读经、灵修、服侍。頂頂攏會深深予咱想要去做，或者咱需要伫即個方面來操練吼。啊，伫即個內面，我也毋盲講，今仔日上帝伊要用完全的愛來愛咱的時陣，伊要用伊完全迄個完美迄個老爸的疼來愛咱的時陣。伊嘛毋盲讲，咱会用浸伫伊真正老爸爱的内面的时阵，咱搁爱搁较深向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，真做你，真做我的救主，我愿意予耶稣基督真做我活命的救主，像是咱嘛愿意讲，主啊，我愿意将我一生。交托伫主你的手里，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。这是一个足大的祝福，所以咱毋茫讲今仔日啊，即、這个父亲节，咱应好好啊来对咱是上帝子儿
这个观念真深来思考，不断来延伸吼。啊、哦，你了解到讲，原来这是一个有够大的祝福。来，啊，今仔日咱也讲，哦，我是上帝的子儿，安尼我爱生做圆饼，我爱生做什么款？啊，我化妆爱买什么牌子来画？啊，用什么 color？ 啊，较有像上帝的子儿。哎，到底上帝的子儿是什么款的形？哈、哦，啊，我会记。我较早伫新光岭伫做兵的时阵吼，阮连上有一个人吼，伊是五六天的后生，啊，毋知影咱敢知影啥人叫五六天吼？就是较早吼伫台湾，只要电台、电视台有伫广告讲到聊天顶的时阵吼，啊，就是迄个人。啊，每一遍吼，伫连队伫操课的时阵吼，啊，也是有时间啊，我看到伊的时阵吼。我个斟酌踮遐看伊个面，我个伫遐看伊个体格，我个是遐在看伊啊讲，特别我会注意听伊讲话口气，我伫遐注意听看伊敢会像因老爸讲，迄、那个红姑诶，啊，我一下想讲，哎、欸，敢会用听到迄个口气吼？啊，我总讲一句，我个是想要知影伊甲伊个老爸五六天敢有共无？像是今仔日咱讲我是上帝的子儿的时阵，人嘛要安怎？要看咱甲上帝有共无？啊，特别咱就是讲，伊要看咱甲耶稣有共无？所以今仔日咱有这责任来活出上帝的子儿的样式。那这个样式是虾米货呢？伫今仔日的圣经内面。啊，至少予咱两个答案。啊，伫个人的顶身躯顶，伊甲咱讲吼，咱爱披戴基督。啊，咱伫遮，咱三角做伙来读27节今仔个经节。啊，咱三角做伙来读来请。恁受洗归入基督的，拢是披戴基督了。这个所在甲咱讲吼。披戴基督，就是真做上帝子儿应该爱有的一个责任。啊，保罗伫这个所在，伊用衫裤来比喻着基督。啊，伫罗马帝国时代吼，这个衫裤有真要紧的意义，因为一规个罗马帝国，伊所统治的方式是用社会阶层来统治。伊个百姓，所以一个人今仔日穿迄领衫裤一穿落，佮表示伊个身份是虾米？也就是讲，当人若一看到讲你个衫裤吼，比如讲你个衫裤遮有迄个坠子吼，有安尼坠子出来，人佮知影你是贵族，吼啊，所以。人一看你的衫裤，就知影讲你的社会阶层是对一层。啊，来这个披戴基督呢，就是予人看到讲，你就是一个安怎认同耶稣、属于耶稣的人。啊，管算安尼讲吼，今仔日咱讲披戴基督，就是今仔日咱基督徒上主要的身份，就是伫基督里，因为咱吼。咱是披戴啦，基督，所以咱这个人是伫基督的内面。所以今仔我的形象是甚物人来断定？我的形象是用基督来断定。今仔日我这个人的价值好甲歹，是看伫耶稣基督伫我身躯所做。所以兄弟伫这个所在对咱是真个真大个祝福。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社会，伊要看你这个人的身份，要看你这个人的价值，通常拢用哪个来看？金钱，啊，你的人脉，你的权力，你的社会地位，啊，你的啊才能，哦，等等你的资源。但是，在这个内面，咱能发觉到。上帝予咱一个重新定心的一个定义是啥？
照着耶稣基督，照着耶稣基督。所以伫即个无共款的一个身份的内面，咱得到自由。咱毋免伫迄个所在啊，惊人看袂起咱，因为我无钱，因为我无权利，我无能力。咱伫迄个所在惊讲看袂起，人看袂起咱。咱毋免啊，咱因为耶稣基督为咱所做的，咱会用有一个新的身份。啊，再来第二，就是彼得基督，就是在呼召基督徒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拢爱挖靠耶稣啊，有迄个意识，就讲耶稣会临到。安怎讲？因为咱穿衫是安怎，一直穿的嘛，咱拢一直穿的时阵，啊，所以穿甲耶稣三甲做伙，就是代表啦，咱在挖靠耶稣。咱有感受到耶稣甲咱同在，也就是讲啊，咱啊爱透过啊这个天父的爱来看大大细项的代志，来处理大大细项的代志。啊，但是啊，咱在处理代志的时阵，真爱用啊我的第六感，也即是我的经验啊，我的知识。但是咱今仔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有一个无同的所在，就是我来想看卖，上帝对伫这件代志，伊有甚物款的想法，伊有甚物款的态度？你看咱在处理的时阵，佮甲世间人无同，人佮看到咱是披戴安怎基督的人。啊，佮来，咱知影衫裤吼是咱的装他，伊佮咱这个。赤裸的身躯甲咱炸，所以披戴基督就是代表着上帝对咱的一个接纳。咱披戴基督，咱应该爱感受着上帝对咱的接纳。啊，我要安怎去表达、去体验上帝对我的接纳呢？答案就是啊，咱爱呼求啊，阿爸爸。当咱呼求阿爸爸，这是啥物意思吼？当咱呼求阿爸爸，就是这种主观的感受，爱大过客观理智的感的一个操练。我唔是讲啊，我澄清一点嘛，就是讲这个主观的感受，甲客观的理智，这拢真要紧。啊，当咱讲我要操练呼求阿爸爸的时阵，主要伊要强调的就是你爱搁较侪去操练主观的感受。啊，是当咱在操练呼求阿爸爸，就是在主要操练主观的感受。啊，伫遮啊，我要讲的就是讲，今仔日咱讲阿爸爸。这个是出自咱心内面真深的一个热情啊，一个感情。啊，迄、那个物件吼是用呼求的。啊，这点吼、哦、啊，我有一寡熟悉的同学，因去过韩国的基督山，啊，伊回来伊讲一件代志，讲韩国人在基督是安怎，足大声，伫遐咧基督，伫遐。啊阿不知啊啊！甲迄草啊，喊扭条条啊！伫树下遐在祈祷。有当时咱伫过平常时的祈祷，哎，袂歹。啊，总是有当时咱可能嘛是啊，个人伫迄个所在在祈祷的时阵吼，咱嘛需要有这种呼求阿爸爸的一个祈祷。啊，其实当咱在叫阿爸的时阵。是代表啦，我知影家己是安怎，互上帝接纳，所以我叫上帝叫啊阿爸。啊，今仔日在讲着呼求，其实即个呼求就是基督的生活。啊，总是讲着基督吼，啊，咱拢会想讲啊，我基督了好唔好？啊，其实咱唔免。伫遐想讲祈祷了好，还是唔好？当咱也甲祈祷看做讲，我祈祷了好，还是唔好？咱个亲像在做一项机械性、一种形式化的物件。
其实祈祷的内面上主要的就是，咱伫咧祈祷的内面爱互伊充满温暖，充满感情，啊，伊个想要甲人伫开讲、伫讲话同款。啊，因为当你安尼呼求祈祷的时阵，你才能去感受到上帝啊，甲你真实的一个同在。也即啊，咱伫即个当中，咱求上帝，互咱看到讲，咱实在需要伫灵性、伫追求信仰的内面，咱除了理性一方面的操练，咱嘛需要感性的一个操练吼。啊，来，咱过来看啊，上后尾一点就是讲啊，今仔日咱真做一个上帝的囝儿，咱爱会用教人安怎合一，教人和睦斗阵。啊，咱伫遮咱三角来看加勒太书第三章啊二十八节啊，咱三角做来读来请，并无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。自主的、为奴的、遐男遐女，因为恁伫基督耶稣里拢真做一了。伫这个所在，咱看到有三组吼，一组讲到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即代表着种族的无同；啊，过来自主啊，甲为奴的，代表着社会阶层的无同；啊，遐男遐女。个代表性别的无同，啊，兄弟，咱看到这个无同呢，伫这个世界常常个，因为着这个无同，开始安那划清界限，啊，开始分开，啊，开始分裂，啊，总是伫这个所在，伊安尼讲，这所有的无同，拢会伫基督耶稣内面成做一。所以今仔日咱也是伫基督耶稣内面的人，咱会用去甲迄无同的人安怎成做一。啊，伫这个内面，我要讲的是，迄、那个成做一吼，毋是讲你个爱我甲伊一模一样，毋是，嘛毋是讲伊一定爱照我讲的安尼做，毋是这毋是叫做一。伊讲的一，是因为咱尊重。彼此的做法甲想法，啊、哦，这叫做真做一。啊，伫这个所在啊，圣奥斯汀吼，啊，伊个安尼讲，伊就讲，啊，咱做伙讲吼，咱的爸，这是何等的尊荣。皇帝嘛安尼讲，乞丐伊嘛讲同款的，讲阮伫天灵的爸，拢讲同款。啊，做奴才嘛安尼讲。伊个主人嘛安尼讲，所以因做伙讲出阮伫天灵的爸，你是迄个天顶的迄位的时阵，因个对伫这点认出讲，吼、哦，你嘛叫上帝是老爸，我嘛叫上帝是老爸，所以咱彼此有共一个老爸，啊安尼，咱就是安怎兄弟甲姊妹啦。哎呀，因为安尼。主人就袂用无情愿将伊的奴才看作是伊的兄弟。为虾米？因为主耶稣已经甲即个奴才接纳做兄弟。所以兄弟，咱伫即个当中吼，咱会用看到啊。当我认捌到家己是上帝囝的时阵吼，我嘛爱认捌一点，其他的基督徒嘛是。上帝的子，包括迄种真歹斗阵的，也包括迄种咱看袂顺眼的基督徒，伊嘛是叫咱的上帝叫啦阿爸爸。对伫这点，咱会用来操练，甚至这嘛是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。啊，准讲咱无法度去甲人合一。人是袂相信讲咱是上帝的囝，为虾米？因为耶稣讲啦，咱三甲做伙来看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吼啊第九节，咱三甲做伙来读来，请。互人和睦的人有福啦，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。
咱若无法度甲人和睦，咱袂称作咱是安怎上帝的子。所以愿上帝今仔日透过伊家己的话来提醒伫咱，真做上帝的子，迄个祝福是足大的。同时，咱嘛有责任派伫基督的衫，互咱看到讲咱是上帝的子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将家己交托伫主你的面头前。主，我实在感谢你，伫我的人生的内面，甲我准备遐尼啊大、遐尼啊好、遐尼啊丰富的一个祝福。总是伫这个内面，我也恳求你，予我是上帝的子儿。这个事实会用在我的生命里面画出来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能在上帝的家里面做人客，又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做子儿。主啊，求你感动我的心，较无来读你的话语，较无来灵修默想你的话。的确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得到你给我们那个奇妙的祝福。愿主你也感动我们，帮助我们做一个会向去跟人合一的人，不做一个制造混乱、制造冲突的人。也恳求主你也帮助在我们，让我们的行事做人的当中，让人会看出我们是你的子儿。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恳求，阿们。下面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。
来向咱的上帝来回应祈祷。伫今仔日，上帝借着伊的话，甲咱讲，咱会使呼求伊叫阿爸爸。你欲上帝，咱伫即个所在，要来向你祈祷。伫过去，阮的祈祷的内面，拢讲上帝啊，耶稣啊，我嘛知影，我嘛用呼求你叫阿爸爸。总是遮个字，有当时无亲像你爱阮叫的共款。其实你爱阮呼求你叫阿爸爸，予阮的感情，予阮的情绪，会用伫阮的祈祷的内面。阮的祈祷无正做机械式的，嘛无形式化。帮助伫阮，予阮的心内面会清楚，向你祈祷的时阵，会用亲像你爱阮祈祷的阿爸爸共款，遐尼啊有感情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也使阮舒服伫阮，予阮知影阮有上帝拣伊的名分，毋是一个口号，毋是一个无实在的。恳求你圣神伫阮内面的做工，予阮深深去感受到阮是上帝的拣伊。愿主你的灵搁一遍加阮伫底。予阮的生活的每一日，因着阮是上帝的子儿，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。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遐里来的祝福。愿赐平安的上帝伫恁所做同样善事顶面成全恁，予恁会用尊叹伊的旨意。愿伊借着耶稣基督伫咱身躯顶所成就伊所欢喜的代志，愿永光归伫基督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上帝予咱每一日拢经历了真多伊子儿的喜乐佮平安。